金隅集团服务首都发展，创享美好生活。各位观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天体育特别节目三分球，我是魏奇。本周呢我们是两期节目，因为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在五棵松体育馆进行了本赛季第一次京城德比，那最终呢也是双方分出胜负之后，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以分享和总结。另外除了京城德比的第一战之外，第一阶段的比赛大部分都结束了，所以对两支北京队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梳理。那介绍今天演播间的三位嘉宾，大家很熟悉了，右手边第一位前 CBA 球员严宇峰，欢迎严指导。好，魏老师好，三位老师好。我们的天天观察员王苏老师，大家晚上好。还有中青报的篮球记者杨申，各位好。为赛而战，斯伯丁邀您收看三分球。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咱们要聊北控，也要聊北气，怎么个聊法？王苏老师有话说。怎么个聊法呢？就是以往啊，咱们有可爱的观众啊，真给咱记。你们今天聊北汽超时了，哎呦，聊了29分，也不是多少秒，刨去什么广告啊、气象，留给北控的时间略短了一些，太少了。有的时候呢，北控时间长一点，也有人记啊。今天特别麻烦，因为每回呢，就是这两支北京的球队呢，分别对其他球队对很好间隔啊。今天正好就要聊昨天他们互相打的这场比赛，是，所以说我的建议呢，为了让咱们这个谈话场别那么纠结，咱们不妨做一个这个人为的分割，就分成上下半场，比如说上半场咱聊北控，那咱就都是以北控的出发点，北控球迷的心态，他昨天打得怎么好，怎么赢，下半场换了呢，那咱就以北汽球迷的心态聊聊昨天怎么就输给北控了，因为都是北京的球队，你说着说着呢，难免就会把对这个另一支队当作对立面来说啊，这个说着说着容易说乱了，那咱所谓就不妨就是人为的给他分一下上下半场，得上半场聊个北控啊，下半场聊北汽，大家听着也清楚。行，我是这么觉着，错了。二位都听明白了，明白了，了解了解。比赛规则就是这样，是吧？实际上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呢，先从北控开始聊起，是吧？先聊北控，聊北控呢，大家一定会想到昨天晚上其实首当其冲的，不光是比赛激烈的比赛，还有赛前温情的一面。赛后呢，其实作为前首钢队的主教练、功勋教练闵指导，现在北控的主帅也做出了自己的一番采访的言论。我们来接下来呢，先看一看在赛后闵指导是怎么说的。来到五棵松，特别亲切，特别怀念，而且感谢吧，感谢就是满心里就是感谢、感恩。北京啊，感恩这块五棵松这块场地，感谢北京球迷吧，这是北京人的特性啊，北京爷们儿也好，北京人这种包容啊，感恩啊，这个文化吧，在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所以我回来之后，大家还能给我掌声，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激。看，从小到大在北京服役这么多年，真是值了，值了。看得出来，其实闵指导在赛后啊，这个不光是胜利的喜悦，同时呢，其实也感受到了他内心很波动的这个心理状态。最后这个值了，值了。其实，在说的时候，大家能看出来，有一点小的哽咽的感觉，对，是吧？严宇峰以前做球员，而后来也做了教练员。实际上，像这种就是同城德比，本身就是焦点话题，没错，是吧？但是作为一个主教练来说，原来在这儿，有过辉煌的4年3冠，是重新带领京城另外一个球队来到这个球场的时候，这个感触确实非常不一样。确实，我觉得昨天闵指导在无论是在比赛的指挥，还是在比赛前，包括比赛后，我们感觉到了闵指导他对这个球馆，包括对这个城市，包括就是对这个球队的他这个深厚的感情。以及我觉得包括这个北汽这边也做得非常的我觉得就是像云总来了献花，然后赛前几个队友都小川啊、方硕啊，包括他们几个都过去，朱熹都给他们去。主动过去，我们说拥抱啊、握手啊，这个就是师徒之间的一个我们说情深吧。然后呢，无论是过去多长时间，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一见面，这个感情是有的。我觉得，王苏老师，这个咱们上半场不是要聊这个北控吗？北控。但是呢，就是我在这儿要表达一个我的什么观点呢？就是昨天看完球之后，第一时间呢，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失落的。因为呢，我
我的确是首钢的球迷，是北汽的球迷。嗯，共产党员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去隐瞒的。看了小三十年这个，但是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北控的这个环节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赛季的北控，尤其是闵指导来了以后的北控，的确让我有这种刮目相看，或者说这种和原来这个变化很大的这种感觉。是源于什么呢？可能对这支球队，源于闵指导的这种情分是有，就是天生的自带的这种，他来了这种对这支球队的亲近感。嗯，同时呢，也是他带给这支球队变化之后，北控这支球队的人员，他的队员所释放出来的这种变化。尽管昨天他就是在五棵松，这是第一次在五棵松赢了，首钢也好，就北汽也好，他们的球员是非常兴奋的。嗯，尽管我真的是我作为就是你要是非让我说是哪个球迷，那我只能说是北汽的球迷，我不可能成为两个队的。北控跟其他任何队打，我是北控的球迷。哦，这两支交手的时候，你要非让我站，我还是认可我是北汽的球迷。嗯，但是我昨天真的要给北控点一个大大的，因为我不是那种什么感觉，是钦佩，是钦佩这支球队。嗯，就是他们的变化真的是脱胎换骨的，而且他们展现出来一种什么呢？就是全队上下传递给我的信息就是，我们要重新换一种活法，换一种什么活法呢？嗯，我们也想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篮球名片的活法。哎，那通过什么来成为这座城市篮球名片呢？可能这样的比赛是他们抓住的最好的机会。嗯哼，同时这个昨天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没错。我觉得我对北控的这种感觉啊，尽管他击败了北汽，嗯，毫无争议的击败了北汽，赛后我可能觉得有，但是一想到闵指导啊，一想到他们会成为北京篮球的第二张名片，去和其他强队去掰手腕，是是是，去展现北京的风采，我就释然了，我挺高兴的。哎，杨申昨天也去现场，是吧？咱们一块看了这个比赛。赛前呢，确实有很多温情的画面，是吧？在热场的时候呢，像闵指导那么代表俱乐部，是吧？像这个刘晓宇啊、张敬东指导啊、闵指导，送了鲜花，是吧？另外，现场其实 DJ 也是多次用很多华丽的词藻，是吧，在欢迎他们回家。是的，其实昨天现场整个看下来，咱们的这种感觉，球迷之间甚至都是非常和谐的状态。绝大部分球迷吧。啊，是是，绝大部分，个别是个别。咱说实话，他个别的球迷，他可能并没有说像闵指导说的那么包容厚德，可能稍微还是有点小心眼儿，这个难免的，这难免的，这太正常了，太正常，竞技体育嘛。对，很多也不是说很多，有些球迷都在咱们身后喊说这个重庆队回家，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主旋律，不是主流的说法。那很多球迷通过闵指导的到来，大家觉得现在手心手背都是肉了。之前北控这边想了很多的办法，是吧？球员，对，外援，但是你突然发现外教，对，你突然发现，哎，嗯，闵指导来了之后才能够找到这支球队的一个真正的属于北京这座城市的一个归属感。嗯，啊，包括他现在呈现出来这种球队的变化，嗯，让北控的球迷，让很多北京球迷觉得，哦，嗯，这支球队也是有生命力的，嗯，也可以在这支球队在这个城市去扎根的。是，之前上我这几个赛季一直在说，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多新北京人。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不光是老北京人，还有新北京人。那怎么能够让这些新北京人去认可这支球队，吸纳这支球队，可能是比老北京人，苏哥刚才已经站北汽了，是吧？老北京人，咱们就是老北京人嘛，对吧？内心里可能就是有一支球队，但是新北京人他们会有选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赛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我觉得这些画面啊，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呢？因为我不怕表达我自己的观点，我是谁的球迷，我就是谁的球迷。北控俱乐部这个管理人员、教练的我们也很熟，北汽的我们也很熟。是，但是我这会儿就是以一个球迷的身份，我不说了吗？这北控和其他球队交手，那我肯定是北控的球迷。但是德比嘛，你不可能要求做到双方加油，那就不是竞技体育，这也就是失去了它的魅力。是，所以说昨天是就是还是那话，你有一点小伤感吧，有小遗憾吧。嗯嗯。但是一想到他们还要打三场，嗯，而且我们又拥有了一支可以和其他球队去掰掰手腕，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
带给我们一些不好回忆的这种比赛的球队，他这支球队正在往上，这个趋势是在往上，我觉得这是昨天这场德比带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而且昨天从这个比赛的画面，刚才我们这个集锦当中也能看到，像跟雷蒙的这个是吧，相互之间的致意啊，开个小玩笑啊，赛后的时候呢，这个原来那都是敏智导带的这些球员。其实你觉不觉得昨天敏智导在指挥的过程，有点收着，就是没有过度、没有过分的去释放自己的这种激情，至少是没有完全释放，是吧？而且我觉得，以我这个采访经历来说，就敏智导赛前很烦有人过去招惹他啊，对吧？就是打扰他，就是他就是一个人在那儿，他要想一些事情，绝对不会确定不是只是你一个人，我从来不敢干这事，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个很重要。你赛前记者绝对不可能去跟他说什么的，这绝对不可能的。那昨天就是那些老的弟子们是吧？昔日弟子们过去，他还是给面的，对，是的，是。刚才其实几位都谈到了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情分方面呀、还是从精气神方面，刚才其实王素老师已经讲到了，这个赛季球队的改变脱胎换骨，对，是吧？当然不光是精气神了，这个比赛是要有内容的，你要有拿下比赛的这个能力才行，对，是吧？绝对实力。所以咱们接下来咱们可以聊一聊什么呢？聊聊这个北汽的蜕变啊，尤其在既然说北控啊，北控是吧？混了，我说是容易混吧。这个北控男篮，我们看看这个赛季目前排在第9位，他的场均得分将近107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杨申过去几个赛季，一会儿你可以跟大家回忆一下，是吧？这个我现在不想回忆了，过去就过去吧。失分103.4，是吧？篮板球45.6，助攻26个以上，失误不到14个，对，非常好。这个跟过去几个赛季其实变化非常大，比如说失误啊，得分啊，是吧？篮板啊，失误是排在第二，倒数第二，就是第二少，第二好的，对，北汽是第一少，那篮板球进步非常大，开赛前几场第20啊，现在刚才我看了一下，排名第10了，这个进步是非常的巨大的，就是那个一个篮板1000块钱，对，是有了奖励机制之后，是吧？是，对，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不就说这个赛季，不说前面了，不说了，不说，说完了，听严指导的，严指导专业是严指导，严指导讲讲这个赛季的变化。其实我看听完昨天明日岛那个赛后采访，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我也在明日岛手里当过队员嘛，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感觉立刻就回来了，就是首先他带队，我当时在首钢，现在是北汽，他说打一定有韧劲儿，昨天北控打的就很有韧劲儿，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明日岛他的执教的风格带来球队这个变化。那打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包括我觉得对我整个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包括整场比赛啊，我们来之前也聊了，就是明日岛应该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赛前的准备，是啊，那么就是他把自己的特点，包括北汽的特点，应该是做了详细的分析，把这个比赛我们就看到是一个整场比赛，我个人的观感是一个对攻的状态。如果我说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比防守，那可能就是北汽更擅长，对，更擅长那种窒息的这种节奏啊，那么大家上身体分低一些，分低。你看昨天这个相对是高比分的一个比赛，对，所以整场比赛就是从开局那个10-0就能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第一个挡拆，相信明日岛一定也做，就是他会逆向思维。哎，如果我是对手，怎么防我们自己？这个是明日岛以前我们在开准备会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啊。他就算到了，肯定是会针对菲尔德。在开局第一攻啊，就是邹雨辰跟菲尔德去挡拆的时候，那还没有运球，这个防守就准备出去延误了。然后邹雨辰，我们说这个赛季他减重了以后，他下顺速度非常快，他下得快，菲尔德球出的也快，所以第一个球就很顺的就打完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第一个回合带着一波10-0，就能看得出来北控对于昨天这个比赛是准备的很充分。是啊，再说回赛后采访，他说了，我们落后10分，打到最后，对方可能咬住了，对方的心里都会起变化，就能看得出来。就是明老说，我们赢。领先也好，落后也好，落后多少分，在什么时间，这个球员对我们的心理，对方的心理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他这场胜利啊，不是偶然，是做了这个很好的赛前。他可能就像这个
这个奇异博士一样，想了很多种的那种，很多种，对对。那个虽然没有掏小纸条，但实际上都在心里。你知道用不着小纸条，不用，都在脑子里，都在脑子里。但实际上，刚才严指导也讲说，敏指呢赛后说呀，说最多落后了十分了，甚至十分以上了。对，对方。但是呢，第四节比赛，北控是完成了逆袭，那单节是打出了一个40-26。我们再回到昨天晚上来看看这个第四节的比赛，到底北控是怎么完成大逆转？就是赛前也有这种预案，我们知道首钢队是北汽队是一强队，而且又是客场比赛，我觉着跟队员说，我说就是咬住对手，拖住对手，其实十分不算输球，落后十分不算输球，所以昨晚带着八分的劣势进入末节是在北控的计划之中的。第四节北控开始了自己的反击，从张帆抢断上篮开始，在随后的七个回合当中，北控每回合都有所斩获，共有18分进账。在这一波小高潮中，张帆连续命中3个3分球，菲尔德连续2个远投，在对手派出一套大个阵容时，北控的后卫们用远投做出了回应。这波高效的进攻过后，北控也从落后8分的一方变为了领先5分的一方。其实赛前动员我什么都没说，就说，这场比赛是我二十多年职业20年左右职业生涯第一次跟你们说，我不看结果，我不计较结果，但是我重视过程。你们不拼防守，不抢篮板球，关键时刻你们不敢出手，那我会有想法。看来第四节后半段，菲尔德也好，那长栋也好，和张帆也好，还是非常勇敢地站出来了。大家也看到了，就每场比赛都会有人站出来吧。今天说不定是我站出来，下一场就是栋哥，然后菲尔德、国豪，他们都会站出来，每个一个人都会站出来。主场作战的北汽韧性十足，范子铭联手曾凡博帮助他们扭转了颓势。不过此后，张帆、菲尔德再度站了出来，连续2个3分稳住局势。这一波小高潮中，北控又4个回合拿下12分，在决战中占得先机。身背5次犯规的余长栋，防守中动作交代的清楚，进攻端2次利用错位机会拦下取分，最终帮助球队挡住北汽的反扑，在客场拿下一场宝贵的胜利。打得坚决，打得冷静，是昨晚北控能够翻盘的2大利器。就还平时训练嘛，大家也看到我们在第四节体能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永远不要放弃，不放弃就有机会拿下比赛。当然了，就是球队不管是传球也好，还是投篮也好，只要球队需要我做什么，我作为这支球队的领袖，我就需要去做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在第四节，在关键时刻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我应该去承担这些责任。领导说了，就是说他不注重结果，他就看的就整个过程。其实还好，整个过程我们做得非常好。在我们落后的时候，我们就拼命一个一个去防，然后最终把比赛拿下。其实你整个过程做好了，自然比赛也会拿下。杨晨，你看这个刚才闵指导讲说落后十分，是吧？没问题。这个关键是呢，我看重比赛的过程，是吧？过去几个赛季转比赛，因为转的北控比较多嘛。实际上第四节碰到翻盘的时候也不少，但是那个时候的主角可能是对手。对对，那肯定是因为过去几个赛季的这种解说的经历还是有一些痛苦的。因为你在多场比赛当中你会不知所云，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面对那样的被逆转的情况下，你可能局面很好，但是突然一节比赛就完全失掉了节奏，而且呢队员可能那种韧劲儿也没有任何的韧劲儿。大家看刚才这个采访，包括比赛当中的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这个赛季是那赛后，队员们眼里都是放着光的。那么之前几个赛季，可能我去过几次更衣室，实际上队员都是非常沉闷的，非常沉闷的。可能这场比赛打完了，也就打完了吧。那么有的时候赢球你都觉不出来。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真的，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种痛苦的经历，我可能不算什么，我可能不算什么。队员们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昨天这个都说，原来是第四末节崩盘，对对对，昨天是末节翻盘，就是最后其实我看比赛看到这个菲尔德跟张帆那种抬手就有，而且就特别像刚过去的这个男篮世界杯，比如南苏丹的卡里克琼斯，亚运会上的菲律宾的克拉克森，就是你他怎么了？就是场上对面的对手就看着对手投，而且就觉得人一出手就有了，但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当比赛当中陷入这种局面的时候，你没法用语言去解释的时候，可能那会儿已经注定了这个，尽管北汽拼了命的往回去翻，很艰难，很痛苦。对，而且我觉得呢，昨天就是民指啊，对这个，尽管现在可能剩下的他原来的弟子不多了，但是他对这支北汽球队的了解和他的这种洞悉能力还是有的。是，都说昨天北控赢在了这个费尔德和张帆。嗯，我倒觉得另外两个关键人物是这个大外援桑普森和余长栋。嗯，就是在最纠结、最较劲的时候，反复拉扯的时候，嗯，这两个人没掉链子。哎，你们待会儿可以看一看他们的那个命中率。嗯，桑普森就上了7分钟，嗯，拿了12分。哎，而且他有3个扣篮，我记着。对对对。然后呢，是集中的，在那段就是桑普森一个人对北汽全队，北汽那个进攻其实也没问题，包括就是在过去就得分，尤其是在里勒打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效果不好。然后呢，你还得让费尔德去休息的时候，然后他这桑普森真没想到，桑普森昨天把那段扛过去了。如果说那段，比如说桑普森，一个球就是他那个连续进球中间如果断了一个，我觉得北汽都有可能就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但是桑普森那段没掉链子，包括余昌栋第四节的时候没掉链子，就这种反复纠扯的时候啊，是北控这个赛季带给大家变化最大的。原来他纠扯就是这回合数没有那么多，可能跟你扛个2次，第三个进攻肯定就扛不动了，就打铁了，就断电了。是，然后对方就一波流就出来了。嗯，你这个赛季好几场比赛他都是这么扛过来了。嗯，其实你包括输山西那场也反复的纠扯，但是最后可能比赛嘛，总是有赢有输。那场是打了加时，对，是吧？嗯，对。所以说白了，人家三个外援还是各尽其用啊。对，招之能战啊，上来就起作用啊。嗯，李乐其实那个头是吧？李乐2次上篮4分也是在那个反复撕扯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那这球是吧？就是连续几个中投，然后包括这个扣篮也有，快攻的这个暴扣。对，最关键就是我觉得他几次扣篮之后啊，点燃了替补席。你看这时候看替补席，气势不一样啊，就是你球队的这个时候，你所有球员的这个在比赛里边那种感觉，他就是完全就是向上。对，那点燃了就是我们说所有球员的这个激情。对，那么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你看张帆采访说他，我们首先还得是有体能，相信他肯定也跟自己前几个赛季去比较过，对吧？对，那你打到最后其实想使劲儿，那我球员出身，我就是打到最后确实想使劲儿，我这个血液已经供不上来了，对吧？然后手也麻了，腿也迈不动了，我再想使劲儿，我再有意愿，我再有韧劲儿，没有用。那现在呢，你有油箱里有的是油，你看到最后这张帆往里冲是吧？包括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前面都说明知道夏天这三重一大是就体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每天早上1万米跑出来的，天一万。对，这个刚刚严指导既然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转折点是吧？几位其实也提到了，不光是第四节，其实前面每一个这个时间节点不同的阶段，都能看出北汽和北控啊，北控这个赛季的变化。对，一会儿咱们会谈北汽接下来怎么应对，但是呢，其实这个第四节还是想请您给分析啊，这个40-26，嗯。是吧？这个比分是怎么能够打出来的呢？其实就是我个人的感觉，看上去是说这个费尔德去带盘活了全队，张帆进了4个3分。啊，但是你仔细一去看，就是当费尔德他在发起进攻的时候，没有受到一些极度的干扰。他在边路打挡拆的时候，他很轻松能够突到中路来。嗯，然后突到中路来了以后，面对防守有强掩护啊，那么他出球快。那你面对有弱延误的时候，那么费尔德他就有能够突到篮下去终结，或者是说包括你换人了，我看其实在北汽防挡拆的时候，他没有像以往在边路去防蓝色防守，防蓝色防守如果不给你上线突破，你往底线突，我弱侧这边就像我这边有一个陷阱似的，弱侧去轮转，我给你这种针对性没有。所以费尔德他在进攻当中很舒服，想干了自己想干的事儿。当他牵扯了防守之后，你看打战术执行也很清晰。那张帆第一个三分球是一个他在强侧持球，然后弱侧一个弗莱尔掩护，一个背掩护啊。那么这个
是余承栋刚把防守人挡住了以后，球就传过去了啊。张帆投得非常的舒服。然后第二个三分是典型的西班牙挡拆，这个西班牙挡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这个张帆在篮下，余承栋给费尔德做挡拆，然后张帆再给余承栋做这个背掩护，余承栋下顺。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掩护这两个人都去追费尔德了，然后呢，这个余承栋一看这个张帆已经出来了。反身给张帆做了一个掩护，这个西班牙挡拆的一个变化。其实首钢也老打，关键时刻最后北汽老打那个这个外援上篮没进，那个时候也是西班牙挡拆，就是执行了最后，哎，这个费尔德就找到张帆，因为张帆那会儿手感已经出来了，哎，那么包括这个几次反击快攻推进，他知道这个张帆手热了，左边一个底角，右边一个，邦邦这四个三分球，加上自己面对这个不是北汽换人了之后啊。你大个换我就在外边投啊！你防的不上不下的时候，我往里突进去，然后包括给下顺的余承栋，打得非常的清晰。所以现在看就是一个是教练的部署，对吧？再有一个队员得有这个能力执行。哎，就是我就是在看到明人岛的这个就是采访之后，他我就更加深刻的理解，我注重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教练员给球员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我们也经常在转播的时候看到很多教练说啊，减少失误球啊，放开打。这个你别紧张，可能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说你让他去专注到比赛本身的细节，才是让他放开包袱、放开压力，是吧？那你看我，你说你别紧张啊，我也知道我不行，可是我就是紧张，我怎么不紧张啊？啊，我就是哎，我这个掩护以后我快点下顺啊，我这个发上篮板球了以后，我就玩命的去想场上的这些细节。哎，明老师说我注重过程，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不重结果，首先就释放压力了，赢不赢都输十分都算赢，是吧？他没有这个压力，这个自然放松压力以后，再给你一个事儿干，啊，你把这个细节做好。所以球员到最后他打得专注。其实你仔细，一回来一看，明老这个就是最后他接受采访，就把他的一些赛前布置就全都能够去读懂。二位还有什么补充？没什么补充，我就觉得现在张帆是全联盟控卫三分最准的。哎呦，我觉得是啊，就单说控卫三分这点，你墙头那种英雄球不算啊。哎，他的把握是最一个，他一个其实这场金鑫没怎么发挥，对，一个他一个金鑫就是控卫定点三分，这俩应该是全联盟数一数二的。是，正好赶上昨天有一个冒了泡了。啊，这个昨天这就没办法。昨天张帆是10中5的三分球。其实他上半场一般，上半场一般，末节5进4。对啊，最后一节是打进了4个3分球，5进4，把那几个控卫都投进，四个连进。昨天拿了24分，而且上场时间最长。另外，余承栋呢，昨天其实犯规虽然多一些，但是呢，在场上作用一点都没有打折扣。对，刚才其实也看了主要球员的这个数据，杨晨觉得这个赛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他的内援配置，从外援的配置。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敏人岛赛季期的一个预期呢？应该是达到了，因为之前去北控采访的时候，敏人岛也在和我们几个聊了一下，就是他的这种中轴线的搭配，就是现在的这一套阵容能够呈现出来的。费尔德去主控，然后里面有邹雨辰，完了边角有这个侧翼有这个几个投手的安排，所以这个整个的配置还是非常的清晰，而且是在按照他的。赛前的计划去在执行的，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整个赛季，开赛以来的目前这几轮比赛，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发生。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发生。所以现在是有条不紊的，有条不紊是吧？在执行赛季前，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计划，想得非常清楚。刚才咱们是看了北控。那昨天这场德比当中呢，其实几个关键球员的发挥是吧？他的这个数据统计。那接下来咱们正好借着这个话题往后延展，来到北汽的话题了。哟，看看北汽昨天几位关键球员在这个德比当中的表现。哎呀，这一上来就13分，一上来这位就13分，16投5中。昨天其实杨晨咱们在现场看球，埃文斯昨天三分球算投的不错的，可以对吧？有几个50%坚决，很坚决，对他来说其实已经不错了。利夫呢，昨天。拿了11分，方硕11中1，唯一投中的那个三分球就是这个当时一个转折点，那个、对，超远那个三分球，关键时刻连续投了几次嘛，拿了4分。小曾昨天是因为反正犯规也多一点，投的也不多，昨天拿了2分。所以如果看这个单拿这个两个外援和两个国内主要球员的这个数据来看，王苏老师不是您这个数据 挺诡异的，挺诡异的，就是昨天这个有几个人的数据没列出来啊，是说
翟小川的数据，哎，秋天的数据，嗯，田宇翔的数据，范子铭，这个对，嗯，不，范子铭还不是，我说这仨呢，就是平时不怎么指着他们得分的，嗯，昨天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秋天跟上半场跟方硕连续一模一样，三次是下顺到篮下一个上篮。田宇翔昨天命中率非常高，对对，翟小川的命中率非常高，嗯，相反，主打的就是挺准的方硕跟小曾，昨天没发挥，哦，这个就是这场输球，我觉得就是一种解释不清的一个原因，嗯，方硕那个状态简直太成谜了，这十一投一中，就是一个三分一个罚球，这一场比赛。小曾也不是正常状态，嗯，只有一个翻身跳投，大家就那一个反超了，得了两分。哎，外援的事咱先放下，先不说啊，咱先说，外援咱先说说。我知道你们都按捺不住要说外援，咱先说国内球员的，就是在秋天跟田宇翔都超越自己平时这个平均得分的情况下，还没拿下这个比赛。回头一看，原来两个主攻手昨天发挥的不好。是这个就是你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上期咱说过，嗯，我觉得他们到了五棵松啊，压力比对面的北控要大，要大，受到的来自民指的那种眼神的那种，就是无形当中的给他们传递的信息，肯定是有点包袱。这个有人说方硕最后有点轴啊，投不进的老头，我觉得这个都没关系，嗯，他要不敢投了，肯定有一帮人说就怂了。你他继续投，我觉得没问题。那有的时候他这是掩耳盗铃，他没手感就是没手感。这一场，他投不进去就是投不进去呗。对，那之前也有好多次那神仙球个个进，是吧？对啊，他打那个谁东阳光耀的时候，我就说过了，你不能指望场场是这样的方硕，后边他肯定有低谷。所以掩耳盗铃现在的问题很突出啊，嗨，不能指着方超巨场场超巨。没错，是吧？这个进攻本身投篮就是有起伏的，对啊，那何况再有这个教练员的这种压力啊，就是尤其是这种以前我的教练是王菲啊，有一次我去打球，那个场地有一个特别大的王菲指导的一个照片，看投也投不进了，好，这个就是有确实有这样的怪异的现象。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有可能就是北控就是把你几个主要的你可以投。他投多少个都行，你不能投啊！这种针对性的防守可能也是有原因。杨晨呢？我刚才严指导说这话的时候，我在想，我摆什么谁的照片摆在我面前，我就没法打球了呢？嗨，追梦格林，我一直在想，属猴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对，反正昨天这个首钢的表现，我觉得北汽啊，对不起，北汽的表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赛季，我之前想的说，可能球迷也有同感啊，就是。有几场球，你比如说上海是不应该输啊，对吧？那么这个打辽宁呢，是你不可能赢。你昨天打北控呢，就是你不能输啊，输不起。你输不起，你不能输。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北汽的打击，我觉得还是很大，一定程度很大，很大是吗？也可以，我觉得相当于我是收着点的，相当于那年在奥体朱希投绝杀三分的。对北杀伤力，杀伤力是吧？对，所以呢，这个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很多的记者都在那儿呢，对吧？咱们也都在呢，就是教练组包括云总其实没进更衣室，在外面先开会，是先开会先聊，完了更衣室里什么样不知道，但是外面教练组管理层都在，所以呢，大家对这场比赛的胜负还是很在意，那当然很在意的，所以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特别是之后咱们聊这话题，外援到底怎么着咱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肯定会有相关的就是措施，就是大家会探讨一下究竟未来会怎么样，应该怎么去，一会儿咱也探讨他，对，一会儿再说。他这个北汽昨天不光是就是特别想赢，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我甚至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对困难估计的还是不够了，因为前三节半，你别看开场挖一大坑啊，前三节半其实打得不错，就是出现在最后五分钟的这个问题，那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我为什么觉得准备不足呢？就是他觉得中间和还得说桑普森，就是那个过程啊，对，他觉得我怎么着两三个回合你还不就下该不行就不行，结果。对方一直很硬，盯住他就传递给整个全队说：“哟，怎么两三回合还给摁不下去呢？”是啊，
这个气儿一上来，再加上这个整个经济状态的这么一个变化，包括后来，北控的回应球给的是很，就是你进一个我就进一个，我不会让你。当然第三节不都拉开过十几分了吗？对对，其实那会儿有点松了。哦，那会儿有点松，觉得哦，我第二节没给你摁下去，到第三节还是我手拿板，就这样了。对，那会儿松了，所以才漏了张帆那两个空位的三分。保不齐还觉得第四节，应该也就这样。可是我是外行啊，跟严指导比起来，这肯定是外行。但是我是何止跟严指导比，包括但是没有你啊，你肯定是那什么，比你稍微强一点啊。就是说，从赛前的预想来讲，菲尔德下去之后肯定是输分的，就北控肯定是要输分的，肯定不占便宜，对，肯定是不占便宜的，对。但是没有想到，像苏哥说的，就是有人顶上来了，对，那口气没无缝衔接，对。我是想的是菲尔德下去之后，因为之前一期咱们说的，菲尔德是北控唯一的有绝对威胁的进攻发起点，哎。而且昨天桑普森，我还得说他，就刚才大家看了吧，七扭八歪的那个球都能进，对对对，而且你扣我俩，我认了，你不就是一个猛张飞吗？啊。结果人巴巴撤出俩钟头，就是什么都有啊！我这一个非常规武器使出了这个核威胁的这种感觉，对对对，这个你超乎想象，传递给北汽的感觉就很不妙了。对，他就觉得本来这会儿是我手拿板钻要给你拉开的，你菲尔德都坐底下了，但是没拉开，这就是田忌赛马，我使一个不太那什么的球员能跟你僵持住，这个。很关键，昨天那段时间。所以刚才杨申讲了，说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甚至教练员跟管理层都在外面先议，是吧？这个时候更衣室都聊什么了呢？哦，咱们拍着了，好，是吧？赛后有采访，咱们看看赛后在更衣室当中球员是怎么总结这场比赛。趁着京城德比战的到来，北京篮球历史文化季活动也正式开启。昨天，首钢俱乐部邀请了京城篮球名宿王雷军、尹光环、袁超、徐元生和宋小波来到五棵松。当然，最令球迷媒体关注的客人还是闵鹿蕾指导。就是明指导说好好比赛，然后我跟明指导说就是多注意身体，对，就是简单交流。北汽男篮昨晚也有不少的高光时刻，方硕灵动写意的传球，曾凡博的暴力盖帽，还有翟小川的半场压哨三分。比赛前，翟小川还处在感冒后遗症当中，饱受头痛困扰的川队在球场上却激情四射，手指被划破，血染短裤，依旧拿下了两双成绩单。但是当第四节北汽男篮防守开始崩溃，之前一切高光画面都化为浮云而消散。赛前布置的就是不给这个三分球啊，不管是中方球员还是外援，就是坚决不给帮投三分。那段时间他们又转换又三分，张帆的那几个连着三分，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出现的问题比较大吧。就是对方第一下我们防得住，但是接下来第二下第三下，我觉得这是就是所谓的我觉得防守延续性吧做得不够好。还有就是下半场对终点人张帆还有菲尔德的防守也是不太坚决。北汽队在第一阶段七胜三负暂时排名第二，其中赢下了广厦、深圳等强队，也轰出过138分的高分，成绩超出了媒体和球迷的预期。不过北汽男篮在进攻逐渐形成风格和特点的同时，防守质量下滑的问题也显露出来。昨晚输掉京城德比战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觉得不管赢球输球吧，我们赢球也不需要去太高兴，输球也不用去太气馁。从这些比赛当中，我觉得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风格，然后不断地在比赛中总结。因为把整个联赛拉开来看，还很长，现在才可能五分之一都不到。对，所以我觉得不要丧失信心吧，我们利用这两周把身体准备好，然后把去第一阶段的比赛我们去总结好，去看看哪里还有需要改进的东西。严指导，你看刚才这个采访当中呢，小范儿讲了很多，是吧？其中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话语，他讲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风格，是吧？这个风格其实可能几位咱们原来都谈过，从上个赛季后半段莱登来了之后，就一直在启用这个风格，甚至谢指导在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部署了，没错。但是昨天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包括这个赛季打了也10场比赛了，现在是7胜3负，是接下来这个风格有没有一些需要微调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风格好，就是反击出来了，但是反击还是要源自于防守。那么我们觉得昨天，我觉得在北汽这边防守是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打比赛，两军队里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是很明白的。就是正常我们说看到有，如果这支球队对于菲尔德依赖这么明显的话，我上来，我让徐杰就长在你身上，啊，对吧？有这样的比赛，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贴着你，从无球，甚至是说你有球的时候，你别有掩护，你有掩护，我两个人直接夹击你，啊，让你出球呗。哎，你出了球以后，其他人，可能我就轻松一点。死亡缠绕。哎，对，对，你要么你别接球，要么你接球的时候，你发生挡拆以后，我直接无论是这个防有球的，我给你足够的压力。那么过去延误的突然性上去，我甚至是喝出去一两次犯规，我让你再看见我，你不敢叫挡拆，我过去就给你玩命。这样的防守我觉得是以前是在北汽男篮它是一个传统。那么昨天的比赛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针对性就不够。菲尔德这一点你让他一点带面，对不对？然后无论是在我觉得剩下的这个防守策略边路，我们前面讲了，没有这种蓝色的防守啊，中路呢就是弱掩护，弱掩护没有的话，剩下直接换人。就是我最想看你就一有颜色，我防掩护我就红色就是夹击，没夹。到最后了才可能有一两个去夹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全都开了，对，也夹不住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在防守的当中你反击是没有问题，但是反击来自于防守。那您觉得是不是就是昨天对菲尔德有点客气？哎，就是没有原来王霄辉这样的，哎，就专防对方箭头外援的外援的。一个是就是哎，没说专，我们想更老的陈磊、王霄辉，昨天要作为北松，哎，对，就是这样的人去对他。然后其实我觉得也同意你的意见，就是这个都大家没有能够特别对得上的人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小外援已经进攻状态就这样了？我对子跟你对调，外援对外援，对，可能你相比之下，我觉得北汽这边方硕呀，关键时刻的这个经验呀，还能是有一些优势，但是也没有，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教练的一个思路。对，其实昨天上半场，张帆也好，菲尔德也好，没有那么疯，对，可能也一度让莱登就是。产生了一种幻觉啊，也不过如此而已。谁知道人封的封最后五分钟呢？是，所以现在恐怕呢，就是北控那边呢，他在一直不断的调整，对吧？也看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北汽这边呢，虽然咱们的风格基本上确定了，但是微调的这个空间还是有的。对，那么几位，咱们是不是该聊聊空间了？这个潜在的空间，空间外援，对，咱是不是该聊聊外援？没有，聊外援之前啊，就是刚才。杨晨说了，昨天那场呢，我想就是为德比收个尾啊，收个尾，就是过去也就过去了啊，因为难受嘛，那肯定难受，就作为北汽来说肯定难受啊。我觉得真的不亚于上次朱熹在奥体绝杀了那，因为你看昨天北控这球员在这五棵松就是肆意的庆祝啊，那小川跟方硕他们肯定是非常的滋味，但是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嗯。这为什么德比人家愿意看呢？就是比如说咱生活当中，你都是上学的孩子啊，你海淀区的什么王晓明得了优秀少先队员，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我们院里东屋那二子，他今儿得了一奖章，在一院里的你周围的人，这德比就是一个城市里互相带给你的这种刺激。那难受肯定是难受，我觉得输德比输什么辽宁输广东可能难受的量级可能差不多，但是那个难受劲儿更难受一点，是，但是没关系啊，过去就过去了。这个刚才是你谁说了，输球也不是坏事，让我们清醒了，哎，下次在对阵北控的时候，这帮队员肯定就不会是这样了。对于北控来说也是，我能够在五棵松我能赢场球了，那后三次德比你想想得多刺激多精彩，这也是个好事，对于北京这个球市来说，对于 CBA 品牌来说都是好事啊。德比就聊到这儿了啊，对，咱该说真章了啊，外援是吧？哎，终于提到外援了，我方派出开始聊外援，这是一遍。我是那什么，昨天和魏琪一块在现场看球啊，当这个第四节上来之后，我说哎，老魏，这个埃文斯上来啊，马上大翻盘。啊，是说反了，不知道是翻哪头。马上大翻盘啊！对，这个上来不错。嗯，我为什么说不错呢？说连续啪啪俩助攻，两个三分球，追上来了。对，是。但是后来确实在进攻端，
不行，尤其是那有点胆小了，尤其上那上那个空篮，反正还是灵光一现。没进，那整个让这个比赛等于就完全就是自己杀死了比赛，嗨啊，他自己杀死了这场比赛的悬念。所以你别看他这场比赛的效率，包括外线投射还不错啊，但是你跟谁比啊？对不对？啊，跟谁比啊？对方的外援，北控的外援是什么级别，什么样的表现？那所以呢，更专业的我就沿着脑上吧，他应该怎么着啊？这个。确实，关键时刻那个一上进了就101-105，那是不一样的一个局势。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在这个进攻当中，把自己这个得分和组织全队的这个衔接，可能还是有比例是吧？对对，而且呢，最关键呢就是他的这个气质，我觉得可能还是你哪怕我在昨天看的时候，就是打进了以后，他也没有那种就是君临天下那种，就是啊，我们不说拿以前马布里的那个状态去比。是吧？但是说，就是他昨天打进了，总是感觉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的这种霸气，比赛气质，比赛气质这一块，我对比赛的这个，说我要上来，我要接管比赛，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是在我掌控当中，那其实昨天你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菲尔德的这个掌控当中，到最后什么叫接管比赛？昨天第四节是菲尔德接管了比赛，对，你要一上场之后，我作为后卫来讲，这个比赛节奏就在我这儿了。哎，是的，是的，就是他没有这个，所以我在昨天赛后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外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费尔德去对比，那我已经打了十场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可能在欧洲他是一个很好的外援，但在 CBA 他可能就不如费尔德好使。你像广厦去年那个外援卡明斯，好像这个赛季还在大洋彼岸上课了，那边好像找到工作了。他在广厦好像也不是说对这种那种，就像费尔德呀、或者马布里这种，我一上场就完全是我的天下，也不是这种感觉。但是人在那边也能找着工作。我觉得还是可能还真的是性格问题，就是说他的能力呢，通过打南京和打深圳，咱也看见过，对，他也看见过。但是昨天我就觉得他最后，尤其是费尔德，就是开始爆了以后啊，他害怕了，哦，他害怕了，因为好多次我都期待着他到三，你就该出，你该投，但是他最后的时候，好多次都是选择了往里杀，当然可能是莱登对他的要求，你杀进去分到外边的那个点，他杀进去，要不就是造对方的杀伤啊，就是那边菲尔德已经摁不住的情况下，他这边没有完成小外援该完成的对标这个事儿，没标动。对，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性格的问题？就是我真的能觉出来，他有几次甚至都要投了，但是他又传出去了，哦，有一点胆怯、犹豫。这我透过屏幕我瞎分析啊，我是觉得还真不是能力，就是纯能力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对于他的，还有点心理上，是吧？尤其是在对方的小外援这么发挥的情况下，对他的心神有一点乱了，他可能害怕。哎呦，我这没弄好，是不是又该叫我水货了？那会儿你就别想这个了。你发挥什么样，赛后不也、大家不也对？对。而且你看王苏老师讲的这个呢，大家好像听起来，上个赛季季后赛也听过这样的话，就是大概这个思路。因为那会儿一碰辽宁，或者一碰强队，大家也会看利夫的表现，是吧？就是你碰到强队，尤其就是需要你关键时刻，就是你能对得上牙的时候，对咱们的外援现在至少这两位，是吧？咱说能力其实还可以，但是呢，你不管是比赛的这个气质也好，个人的性格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现在对不上。没错，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原来北汽老首钢的一个外援叫齐门尼，齐门尼对吧？他投篮特别怪异，那个你不想他的什么能力，但是你总觉得他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立在这儿，我站在篮下，你就别想打我。齐门尼配的是克里斯，哎，对对对，一黑一白，你得有这种硬度。我觉得首先，作为 CBA 外援，我可能解说了这些年，包括自己打球之前，我觉得就是一些外援，你是体系型的球员，来 CBA 基本上就都体系不了，太好使。你的体系在欧洲啊，你必须得是能够独挡一面，然后又能够我能组织全队啊，我能够盘活全队，但是需要我最后关键时刻，我们说一个球员和球星最大的区别，关键时刻我。该我得分的我就能得分，就是该我顶得上去，对方你方唱罢我登场，该我登场我就登场，这个可能还是你说你等一直追求的打这个团队篮球是，其实这个概念呢，
你要分析，其实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但你说什么叫团队？我觉得费尔德就是团队篮球，场场奔着三双去，是他不得分他就助攻，1.75米的个儿，篮板还能上双啊！我说这就是团队篮球的领袖，先把自个儿打开了，以点带面，这是带其他人，包括马布里那会儿，都是独狼带着一帮谁第一年怎么夺得冠啊？那不打的也是团队篮球，听起来也像一星四射。就是先把小布先踹上，是吧？先骑上。就是实际上，你看杨申刚才也讲了，就是你哪怕说我这外援我得不了分，我进攻差点，我防守好，对，这时候我上去，我把费尔德看住了，你是吧？这也是你是想念上赛季的尼克了，是吧？是吧？你总有一头得行啊。对，主教练没这么要求啊，没这么要求，还是让他去攻了。所以赛后，这个新加坡有人问了，说有没有说这个其他的预案？我一直在和那个他们交流嘛，这个和我交流那个人他问的啊，他去问去了，说这个雷登教练，咱们有没有想过其他的？你撺掇的他，对我撺掇的，对，我撺掇的成功了，你知道吗？专门干这种事儿，啊，雷登说这个我们有很多种预案啊，包括输球的，完了没了，没了啊，是有预案，有预案没了，但是他没有正确，就是正面回答我有没有想过我用小对眼去对他啊。他没有想，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呈现出来，他怎么回答呀？是，就是他回答了，我有预案，那就为什么没用啊？是吧？反正就是这个咱们赛前用的效果不好，对，那也是个结果。对，其实教练的意图很重要。就是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年我转会到北汽，就是原来是首钢啊，那时候首钢的时候在训练当中，我们把球到我这儿来以后，然后我看底角那门楣，我就习惯性的一个传过去了，然后明导啪一声哨，说。你为什么不投？我说我觉得这机会更合理。他说我把你从八一转回过来，就是让你投这下个篮了。哦，你要给门楣投这球，李翔、孙长俊谁都能传。哎，一想也明白，就很明确。如果你教练给球员这种明确的指示，比如莱登，你说你上来，你是吧？你这个时候你甭管用什么方式，我先要得分，你给我攻，或者你上去你现在攻不了了，你把他给我限制住。对对，这教练的意图非常重要。我接着严导这话说，就有一年就是。首钢那时候叫首钢啊，就首钢去打这个江苏还是哪儿啊？就是防拉苏，拉苏是浙江的还是江苏的？我忘了啊。就是有一个外援叫拉苏，完了那时候陈磊是主防。拉苏不是首钢，首钢原来之前还有一个之前是后来来到首钢啊，在江苏吧。前一个赛季是在江苏还是在江苏？后来来到首钢，那场比赛很关键。完了，陈磊单防那个拉苏啊。应该是拉苏拿了30多分吧，完了明人老下来说陈磊你防得好，没问题，你让他拿30多分很正常，你就是让他整场比赛不舒服，整场比赛不舒服，消耗别人怎么着不用你管，你就是干这个活，你让他拿30多分，他本来应该拿60多分，圆满完成任务，他别的也没开，对，比赛就赢了，我觉得就是。你防费尔德还是因为比赛赢了啊，但是他就是你可以让他得分，可以是，对吧？就是你这个方针是很明确的。你昨天你甭管怎么着，你让费尔德不舒服。昨天是可能，昨天可能就会达到这个结果，但是他打得很舒服。昨天很舒服，很舒服啊！对，昨天费尔德是32分，你就让他拿再多拿10分，你别让他12个助攻出来，对，是还有7个篮板呢。是，其实上半场他有点急躁，没控制住。后来还是让人爆发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也听听球迷啊，看完这个德比之后呢，是怎么来评价的。你看这位一看就是咱们的忠实粉丝，是吧？连牛肉面的故事都知道。牛肉面的牛肉又少了，是吧？不是这个字儿啊，那叫周琦，是吧？这个严指导跟你简单分析，就是之前啊，焦指导来做客的时候，焦指导讲说这你看这个小外援啊，就像牛肉面里没有肉一样。但是昨天焦指导是原来说的是他的三分球像牛，但是昨天三分球还真最近几场还可以，昨天几场还可以，你按有肉，昨天三分球是牛肉的话，后来还不少，打深圳，然后又是打这个南京是吧？表现都不错，对，当时焦指导说：“哎呦，你看满满的一碗牛肉面来了，有肉，牛肉还有面没？这回肉又少了。”就到底是肉少好还是只能就是或者这么说，就是说它毕竟是一碗牛肉面，它不是一碗三虾面啊，是吧？三虾面就是什么？哎，我三鲜面，三虾，什么什么什么虾子、虾仁、蟹黄啊，什么那是吧？就是那个啊，这么着比喻是不是好一点？你品尝的口味还是蛮丰富的。我只听说过那个面比较贵，行，可以续面就行，可以续面就行啊。再看啊，再看下一个。
啊。再看下一个球迷讲说，北京首钢队先发和替补这帮球员啊，都应该进国家队，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内援带动外援打。啊，跟其他队相反，国家队适合没有外援的国家队。嘿嘿，国家队还有个李凯尔，李凯尔是特别想跟杨晨讲说广厦，广厦其实也是国内带国外。这就属于这个老北京人说话勺逗你，勺骂骂骂骂人不吐胡。对对对，其实说的还是这两位。其实不光说埃文斯了。这里边还少的利夫呢，一个13分，一11分，俩人其实加在一块儿的加起来是吧？加起来是张帆的得分啊，加都不是菲尔德的得分。嚯、越说越黑，相当于是张帆几乎单节的得分啊，这确实有点看不过去。最后这位讲说，这场失利啊来得恰到好处，看看休赛期怎么做，知耻而后勇吧。球迷也不是傻子是吧？都能看清楚。休赛期怎么做呢？各位，奥苏老师。引援是引不来吧？应该。哎呦，那两周多，想想办法。只能调整打法、队员的这种状态、哦、要求。你说，但是现在球迷关注的焦点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俩换了？不太现实，你得来一个呀。不太现实，一时半会儿换不了吧？我觉得。嗯、但是这俩也一下就给判了死刑了，打入冷宫了，不至于吧？不至于，不至于。嗯，但是不是也得进入到这个寻找的？哎，时间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有半个月的时间让大家冷静冷静。行，那这样，严指导，咱们先看个天气是吧？一会儿回来呢，您再给分析分析。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气象。大风来扰，但是气温倒是处变不惊，保持在自己合理的节奏里。但是早晚干冷的感觉明显，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上火。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伙伴一直都保持着运动的习惯，那在这里要提醒您，冬季运动不但要注意保暖，还要注意衣服的透气性，尤其是室外运动时更要注意，确保热量能够及时的散出。透气性不够好，汗水在衣服中凝结，无法再继续保持体温，很容易造成体温过低。同时呢，您还要注意延长热身的时间，因为到了冬季，关节的灵活度降低了，肌肉弹性也会降低，热身的时间应该比平时更长，适当延长10分钟的热身时间更为合适。另外，您在户外运动时啊，尽量要用鼻子吸气，避免用嘴大口呼吸，造成冷气直接进入肺部。用鼻子呼吸可以减轻冷空气对于呼吸道的刺激，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希望这几点呢，大家都要牢记，让我们更加科学有效的运动。好，下面来看具体的预报。昌平10度，海淀10度。密云8度，朝阳10度，延庆7度，通州10度，大兴10度，怀柔8度，门头沟10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看体育气象。还有点时间，当然北汽的比赛要搁到这个12月2号了，是吧？两周以后的时间了。然后北汽呢，其实本周日还有一场啊，北控还有一场这两队啊延期，应该是主场打新疆，主场打新疆是吧？怎么来前瞻这场比赛呢？严指导，严指导。哎，严指导，我刚才还想北汽的事儿呢，北控，对北控，我觉得那肯定是刚打了一场就是气势正盛的比赛，肯定好的地方要去延续下去。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在菲尔德这一个点，他以点带面，在这个好的这个进攻一定要呈现出来。让另外，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大家的这个韧劲儿可能会信心就会更足。是啊，就是我在落后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打？那么这样去建立起来，我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喜欢一支球队，让咱们京城更喜欢北控这支球队，就是喜欢你的一个精神，对吧？你可能赢也好，输也罢，你在场上就永远最后比赛时间不到，我的这个。跟你拼到最后一刻，我觉得就是，王苏老师，我觉得就是打新疆这种比赛啊，就是赢下德比是彰显了你在这支城市当中的存在感，赢下新疆这种比赛才是作为北京第二张篮球名片该做的事儿。我期待着把这种强队多赢一些，北控的这种号召力就上来了。
打新疆说实话不好打，因为这个赛季新疆的变化也是比较大啊，包括麒麟的状态的回升啊，包括阿卜杜沙拉木最近的表现也非常好，但是哎。